千万别不信，就这么一小瓶就能改善胃黏膜受损导致的胃胀反酸烧心。你不用十盒八盒的买，你先试一盒，你就知道对付胃黏膜受损它是真的可以。吃一吃就能快速的直达胃黏膜深处啊，达到养护胃黏膜的效果。你先试了就知道了。今天呢，我作为华喜达猴头菇保胃胶囊的厂家代表，给大家表个态。如果你觉得吃不了你的胃胀难受，吃不了你的反酸烧心，吃不了你的一喝酒一吃辣啊就拉肚子，都可以来找我。我们的华喜达猴头菇保胃胶囊是真正获得蓝帽子认证的产品，满满的一大盒，全家都能用。如果你经常的胃胀反酸烧心，都不妨试一试。现在呢，厂家开通官方购买渠道，点击下方链接立刻可以购买。胃胀胃痛吃它，一喝酒吃凉吃辣就拉肚子吃它，恶心干呕冒酸水也吃它，口苦口臭还是吃它，肚子胀打嗝爱放屁都吃它，大便不成形四肢不胖肚子大，吃它就对了。胃不好的朋友刷到这条视频呢，算你赶上了。用了它七天啊，你的胃有多舒服让我来告诉你。因为不会宣传，很多人刷到我这儿就划走了，可是我呢不想放弃，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调理胃不好保护胃黏膜受损的好产品，华喜达猴头菇保胃胶囊。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胃痛胃胀，吃不了辣喝不了凉，口苦口臭，嘴巴臭烘烘，恶心干呕，经常打嗝吐酸水，饭后饱胀难受，肚子里气多总爱放屁，四肢不胖肚子大，食欲衰退大便不成形，都可以用它。千万不要再乱找方法多走冤枉路了。